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2月22号的股市 Wonderful。哦天哪，真的，股票涨预告给哪亮灯涨停，对吧？那我就跟我的所有的会员讲说，你不要管别人有没有，我们有就好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常常爱讲说，不要去批评别人嘛，对吧？不要批评别人呐、啊，我们不管别人有没有，我们有就好了，对吧？我昨天也有预告嘛，对吧？好，重点来了，今天大盘今天其实是跌了，今天其实应该是跌52点嘛，对吧？结果它是涨52点，为什么？这很简单啊，很多人很喜欢分析啦，我不会嘛，你来看，它涨5块，台积电涨5块，联发科嘞，哇，它涨14块，对吧？这两档股票已经超过52点了，没错吧？所以今天是跌的，今天是跌的，所以重点说你要买对股票。今天涨停板的家数不多，10家，上市柜只有10家而已。阿德的股票涨停几家？涨停几家？你自己说。我如果只这样，那你昨天拿的人会不会自动加一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来，我们来看接下来下个礼拜你应该怎么做。哦，这比较重要吧。这比较重要吧。如果 我今天跟你讲说，哦天哪，那涨150几%，那涨160几%，那涨250几%，就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嘛。因为我常常讲说，你如果打电话进来把阿德当朋友，那我带你做，我带你做嘛，其他的都不用想，对吧？找我来看一下。哦，今天很冷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冷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这个消息，你就看，你要看过就好了。它是多还是空？你们用第一个印象来看，是多还是空？你用第一个印象来看就好，其他都不用想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下个礼拜你应该怎么做了嘛？这跟资金有没有关系？有。那资金如果跑到债券 ETF 嘞，那市场的资金就变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都懂哈，这不用阿德解释。来。Intel 呛虾，这个是多还是空？你自己看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见。如果它是空，那台积电为什么今天涨？永老师，一定有人怎样？一定有人怎样？把资金放进去嘛，因为它一开就开高嘛。好，来，台股资金转卖，对不对？外资转卖，对不对？那谁在护盘？对吧？好，你看过就好了。那这个是产业面的，它是多还是空？所以今天是不是所有的消息很精彩？有多有空，有多有空，有多有空，好像安排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扣掉我们的全职股，那今天呢平手，对吧？今天星期五嘛，所以今天平手，对不对？对嘛？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说，如果你能早先知道一步就好了，那麦克早知道10天，还有人在看看一个产业看到2025年的嘞。对吧？你敢不敢看2025年？我相信全世界在做股票的人不能看2025年呐、啊。如果你研究产业的人也不敢看2025年嘛，对吧？可是就有人敢看呐、啊，对吧？我们只能讲说，我们在做股票的人都希望我说，我如果今年是2023，好，明年2024嘛，啊，25，那我如果我买一档股票放一年能赚一倍。能赚2倍，我就很高兴了嘛，对吧？大家是想的都是这件事情嘛，所以现在买什么嘛？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有预告涨上来才是你的嘛，对吧？我送给你，我都有预告嘛。来来，我问各位，有没有预告？有没有预告？有吧？有预告嘛？而且我把他官网的东西给你看嘛，对吧？这官网的东西给你看嘛，所以说。我常常讲说，如果你现在看了安国，你就想说，老师啊，爱到你的股票当年嘛，你介绍叫我买，一礼拜一礼拜一礼拜。那我问你嘛，
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吧，有些股票你是要它还没涨的时候去买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你为什么要买？或许因为1000多档、2000多档股票，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呢、啊。可是阿德有时间，阿德帮你看嘛。我也好不容易找到，那不是随便买的嘛。很多人说啊，股票哦，只要我们找老师，老师就会自己帮我们找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对呢。也不对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讲说，其实股票会大涨，而且你能赚得到，那不是随便买的，那不是随便买的，要事先预告。像昨天我有没有事先预告？有吧？好，那我今天再事先预告好了啦。因为老师，你讲的都是你的股票，是啊，都是我的股票啊。可是我要送给你的不是阿德的股票、哦，至少今天不是嘛。我要送给你的是未来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对嘛？所以说，你为什么要打电话找阿德？因为阿德先预告，预告重不重要？重要嘛？因为我昨天跟你预告的，4只都涨嘛，没错吧？啊，亮灯涨停的怎么样？没卖，因为今天才10档股票涨停，阿德的股票就占了将近多少？1/4。哎，不止哦。快要一半，对吧？而且都有预告的，这个有预告的嘛。所以说，你知道 AI 是有未来的。为什么阿德敢这么说？其实道理很简单呐、啊，因为阿德就跟你讲，很多人在看25是联发科，联发科为什么会这么强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很多人都说他未来会有1000 ，OK 啦，不要说1000啦，2000阿德都同意啦，对吧？不要说2000、3000，阿德也同意嘛，因为阿德是做多的，我都希望每一档股票都涨，我都希望你现在拿到在手上的，你现在手上的股票都大涨，我都这么希望嘛。可是股票事实上就是有高有低嘛，对吗？有人涨得比较快，有人涨得比较慢嘛。比如联发科它涨得很慢，可是它涨很久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喜欢这种股票，哦，对吧？那有人喜欢怎么样？像银广这种股票嘛，对吧？因为它小资嘛，它8.8亿而已嘛。来，有 很多人喜欢银广嘛。王老师，你更讲了讲你的股票对嘛？这是阿德的股票，好重点。你有发觉一支股票，阿德以前唔捌讲过吧？有啦吼，迄支股票是啥个？鸿海，鸿海有没有股票超过1000块的？没有。搞不好这一档会搞不好嘛？为什么？因为他3亿多啊。好，那有时间再跟各位讲了。我先给各位看，有些股票如果它的股本很小，而且它有未来性，我就要告诉各位，你要特别的在意，特别的在意。因为现在 AI 如果起来，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没关系，可是你要提早准备，万一它涨了，它涨上来了，你真的要怎样？要有，龙老师那股价太高了，我不要啊，没关系，因为阿德不是要送给你预告的，因为预告的大部分阿德都有买，不然就是怎样，就是我 VIP 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就像安国，然后就像安国，来，我们来讲安国，那很多人不想听，为什么不想听？因为你卖掉了。你卖掉，卖掉没关系。我今天阿德在这里，我请你来加入阿德的行列。我没有叫你入会吧？没有吧？你今天打电话进来也好，好、哦，你今天用 QR code 刷进来也好，你要对中什么？因为安国的股票代号是什么？8054嘛，没有错吧？那你805对中任何一个号码。那我今天股票就送给各位，下个礼拜你等阿德的时间，我的助理一定第一个时间通知你，我有进场我就叫你进场。我今天不是跟你讲安国，我绝对不是跟你讲安国，我只是说安国在10月25号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同样一件事情，我现在要问各位，同样一件事情就在10月25号发生，阿德跟你讲什么话？老师没记得了啦，十月到现在哪有可能会记得？好，
你忘记了也没关系，阿德提醒你。我说你打电话进来，对吧？几乎恳求，用那我讲这个老师在讲恳求啊，对我几乎恳求说你打电话进来，或者你刷 QR code 进来，那阿德带你做。那我现在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了，很多人都不想听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卖掉了。那我只问你一件事情，我今天做同样的事情，你回想起来看看有没有道理。我恳求你哦，我几乎恳求你，10月25号我恳求你，你打电话进来的人，或者你刷 QR code 进来的，我请问各位，我有买谁没有赚到？我没有说你赚到157%，或是赚好，不要，我们不要说赚150几%、160几%，我们都不讲这个。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：你进来，我的助理在我进场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请你进场？有，差一点点嘛，你有可能买到41块嘛，有可能嘛，有可能买到41块嘛，你不是买到40.7的，好，那没有关系。那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赚到160%？一定有的嘛。所以我在问各位一件事情，你打对这一通电话，或者你刷阿德的 QR code， 阿德有没有帮到你？那我再问第二次第二个问题，你当天阿德几乎用拜托的语气请你进来，阿德是不是第一个讲安国的？是吗？没错吧？后来有很多人就帮你抬轿嘛，很多老师很多专家就帮你抬轿嘛，说啊有我有安国，他有安国，他什么时候有安国的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一张嘛。这张是什么？给你的时候的安国嘛，给你时候的安国嘛，因为你看到的老师都是涨停板的安国嘛，对吧？好，那重点不在这里。然后我请问你第三次，谁没有赚到？用老师我赚30%而已，可以，至少你相信阿德，你有买。10月25号到今天为止，你会继续看阿德的节目，你在想什么？用老师这个阿德真的是有事先预告，我拒绝马后炮嘛，让你买得到赚得到。好，来，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我不是要证明什么，这是9:41，对吧？这9:41，这今天的讯息，我敢放在这里，就是说代表你是我的会员，你都看得到每一个字一不一样，一样了哈。来，恭喜老爷夫人安国亮灯涨停，跟好阿德就好，别的老师有没有我们不管，对啊，别的老师有没有我们不管嘛。很多老师都说他有30块的，好，管我们不管他有没有30块啊，啊，你也不要笑啦，因为你如果是刚好是他们的会员，或是拿他的股票，他一定没有跟你讲说他有安国嘛，只有阿德说有嘛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往前看，这一样是今天的嘛，9:26，安国是不是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？对吧？没错吧？9:26我就发出一通讯息，那11:06我讲啊，又冲高了，冲高了，这是昨天嘛？没错吧？好，来，不管是昨天、今天，或者是未来，你要跟谁？跟安国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说你跟我，跟我，为什么要跟我？因为阿德是真的啊，对吧？你跟我，其他人你不要跟，有没有道理？因为至少我给你的叫做真的，我有预告嘛，我有预告，那你就要想想，你就要想买。我昨天有没有预告？有吧？我说他是台湾的 No.1， 是不是 No.1？ 是吧？是吧？那我请问你，你如果有买，有没有赚？有嘛？他是不是台湾的 No.1？ 对嘛？所以说我讲的，我如果没有事先预告，我就不敢这么大声的嘛。所以我现在问各位，你打这一通电话进来值不值得？你的手机没有铃吗？一定有铃的嘛，因为我们的手机开头都铃嘛，805
多棒，发哎，领我，对吧？所以这通电话进来就代表什么？一个相信，你相信你会赚钱。阿德好，你这个说啊，你还得惊啥？大盘如果你扣掉全指股，今天是跌的。阿德的股票这样，四只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的会员，你知道嘛？你摘嘛？来，我们来看，这是什么？银广，银广什么时候介绍给各位的？永老师还去顾维啦。我请问各位，全市场第一个跟你介绍银广的是谁？你说很多话啊，银广如果亮灯涨停了，如果 KE 三刚的涨停板，很多老师都说有了呢。而且他都没有证据，阿德有证据。阿德送你的那一天，我就留下证据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？这叫诚实，叫相信嘛。所以你看到银广，你想到安国，你想到什么事情？嗯、老师，你敢不？如果没有，我不敢讲。我如果没有股票，我不敢讲啊，对吧？如果你是我的大咖的，那我请问你，你是我大咖的，我请教你，你赚啊，什么赚啊变鬼，真正赚啊变鬼啊，赚啊讲哇 ，My God， 天哪、啊，天公伯啊，对吧？天哪、啊，这股票不是今天才讲的，是第一个告诉你的，对吗？那你一定会想说，老师，我安娜，我要新的，你要新的吗？你确定？你这样问，我反问你：你确定要赚钱吗？对吧？你问老师，阿德老师问你嘛？你打动作平，我嘛打你动作平，你确定要赚？你确定要赚？来，你确定要赚？来，你手机就对中805任何一个号码，给我就给你，就给你。我老师刚才讲，给你给，他是代表一个相信你，你有相信冇？都接老师刚才那下，相信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赚得到。为什么阿德敢这么说？我们来追安国好不好？永华老师啊，追银广比较好啊，银广两倍多啦，追两倍多的。我看勉强一点嘛吧，追一倍的追看看好不好？我们来追安国新的新的新的。我现在请问你，你要一档新的股票，还是要追旧的？旧的可以追哦。昨天阿德预告安国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它会涨停板？哦，很多人都在说对嘛。那涨那么多了，问他只要站上100块，他就喷了，对不对？他只要站上100块，他今天开盘开多少？100！哇，老师啊，这安国的企业哦，我们不能这样讲，我们不能这样讲，我们不能这样讲，我只能讲说我们很认真。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买得到要赚得到，买不到其他都是假的。所以我今天要让你买得到，我不能说安国随便挑的就能翻倍啊，我不敢这样说。你今天如果打电话进来，我就让你试看看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进场的叫做追安国的新喷腰股。用天哪、啊！追160几%的安国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想赚？如果有嘞，如果有嘞，我真的不能说随便挑的啦，对吧？市场唯一有证据的嘛，我事先预告的嘛。
我没有马后炮，我让你买得到。而且你看它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老师啊，你哪来盖小这种高票？所以说我不能说安国是随便挑的，然后让它翻倍的。但是你请记住，但是赚最多最妖的这一群人又要出手了，别个出去啊，别个出去啊，别个谈啊，伊想别个谈啊，伊想别个挑啊，你别想不想赚？杨老师，我要银广啊，我要安泰克啦，那个赚的比较多啦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，不可能说一天人家说一只涨停板，你问我一天要五只涨停板，那是不可能的嘛。一步一步来，我只能说赚最多最妖的这一群人又要出手了，那你要不要？你跟我没谈，你现在下定决心，阿德在这边一直画，一直乱画，一直乱画，一直乱画，是要做什么？要你相信，要你相信呐、啊！我拒绝马后炮，我要你相信，我要给你的这一档股票，我为什么要这样画？所以说，你想想看。你想不想赚？如果像安国这样，因为老师我已经讲过了，我要像银广这样两倍多的，我还讲，你先有一倍叫两倍吧？你没有一倍，怎么会有两倍？你没有第一只涨停板，你怎么会有20%？那我们来讲，我现在说你买这一只，你错过安国的算什么？手机对中。805，任何一个码，我给，你要不要？我就给。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想像阿德一样敢这样给的嘛，对吧？哪一个老师敢这样给你的？只有阿德我。你要不要赚？你想要，你敢打电话进来，我就给。电话拨通，进堂点，我的助理会通知你。O 不 OK， 好不好？我的助理就通知你，就差你这一通电话，就差你这一个 QR code， 你刷进来也好，打电话进来也好，你今天说，哎、欸，阿德老师，你好像在求我呢？没有，我只要告诉你新应用、新趋势，你要还是不要？你想赚吗？要赚吗？想赚吗？来，手机就对中805，我就给你任何。一档会飙的股票，好不好？用老师，没有任何啦，我就是要电话拨通，进场点等你通知，好不好？好，打电话进广告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，你可以不予理会，也可以提前防备。你可以一意孤行，
也可以起身远离。See you。你可以钓鱼清心，也可以谨慎小心。记得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经济部水利署，苦口婆心你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相信自己，因为你看久啊，你看很久了、啊，你不可能只有看一天呐、啊，你不可能只有看一天呐、啊。很多老师这样转一圈的时候，阿德跟你讲，坚持坚持坚持 AI AI PC AI 晶片 AI 未来 AI 未来、啊、你主流抓到你不要说那一倍啦，两倍都有可能啦，对不对？来你看，坚持，你有坚持吗？安泰克你有坚持吗？你坚持160%，正义在这，安国你有坚持吗？安国你坚持167%，来，那你现在来追，我们来追安国新的喷腰股，手机对中805，要赚吗？电话拨通，进场点，我助理通知你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